我叫陈荣强，这是我家在下午开的瓷砖店。初中毕业，我就在这里做学徒。这几年这一行生意不大好做，就是赚一点生活费。小古人一直都有踢球的传统，我们这比较偏远，我是到了十几岁才开始接触足球，应该是村里最早踢球的一批人了。那时候都是在沙滩上踢，没有人教，都是自己练自己玩。现在踢球的小孩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的学生跑来和我踢，我就想干脆拉一支队伍，平常有空带他们练练球。接着来拉面也你们。我是猴子，我是齐天大圣。要踢球肯定要有球场、球门这些，因为我平常自己搞装修，就想刚好可以把水管接起来做球门。这几根水管才花了100块钱。阿伯，他踢球好厉害呀！每次安装都是大家一起动手，小孩子也都很兴奋。踩结实一点，把旁边的沙子都踩进去。沙滩上有了球门，我们就有了像样训练的地方。我们球队的名字叫长风，源自李白的一首诗。那我们就在海边了。李白那首诗是写：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就是说现在处境虽然艰难了一点，以后会慢慢越走越顺。我带的学生他们都有代表学校去县里面参加比赛，成绩都很不错。去年跟今年打线赛的时候都有过掉五六进球，峡谷有一些高年级的都知道他们。哇，兄弟，太惨了！在沙滩上踢球最常见的就是横梁，常常会被我们一脚踢落下来，然后把球一脚踢到海里去，跑很远去捡。回山吧，好，我先等我的球门。有时候我也非常佩服他们，踢球难免会受一点小伤，磕磕碰碰。但他们都没有因为这样放弃对足球的喜欢，都很积极训练。亮米来了，没事啊，他是慢的，好，继续讲。今天的朋友，今天终于撞了你了。我们一年365天，我们有训练330天到40天这样子。天气好就在沙滩，下雨天。我们就在村里的庙里练球，有来找我，我都会愿意教他们。如果我真的收费的话，那可能10个学生有9个都不会来，因为他家长他接受不了足球这一块要收费的东西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增加一点难度。我的训练方法都是以基本功为主，然后主要还是个人技术为主。然后我是想技战术训练吧，视频最早也研究了好几千个视频，经常是半夜还在研究视频。明年我有空我会去考教练证。沙滩上踢足球很放松很自由，而且都是经常都是说说笑笑。他们都叫我龙强哥。
最近暑假有时候晚上我们还会一起到海边吃吃泡冰聊聊天，我和他们就像朋友一样。教学生踢球，家里人和朋友都不太理解为什么天天跟小孩子在一起，那他们就觉得我不务正业，还有他们觉得教球这个东西都赚不了钱，为什么还要去做，这个矛盾还是挺大的。外面很多人说我不正规是乱教，也有人开玩笑说踢野球吧，像我不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，也没有教练证，学校也不能让我随便的在里面教小孩子踢球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上足球课的时候，我也会在外面看一看。今年八月份市中修了一个球场嘛，平常我都有跟里面的老师一起踢球，他们也比较认可我，所以最近我都有带学生进去里面练球，就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真正的教练。他们打网球的地方也比我们好，我跳的比你高，差一点，刺激，大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容易进球。去年是他们第一次离开下午去宁德踢友谊赛，是我在网络上和那边的球队联系的，他们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球场，这么大的球门，都很兴奋。他们真正体验到十一人制大人正规踢的那种场地的长度跟宽度，都用尽全力去踢。等到明年省运会的时候，我还想带他们来一次宁德，感受一下专业的体育比赛氛围。我也希望全国的足球爱好者知道峡谷外五沙滩的长风足球队，也欢迎他们来这边和我们踢球。那有这么多学生跟我练球，我也很开心，他们以后都会长大到外面念书，如果还记得我回来和我踢场球，我就觉得很幸福了。